建泽学一小步。四叉跳，跳不开都有进步啊！四叉180，倒叉看能不能认了。脚上有没有动啊？动的话就不算。前挺，劈叉跳，劈叉切换，这个就不太好了。这劈叉切换后仰太长，逆转360，但是跳步开度去相比去年的冠军赛啊，有了比较大的进步，可能伤病恢复的好一些了吧。网红，哎呀，吓死了。切换跳，看快下法之后看杜思雨奏操了啊！快下，传两球站，好的。